先写两年，再写竖画。对应完之后，带上去，与下一个笔画相呼应，横反一点，向下微斜，带上去。这个横略长一点，对应完之后过来。口要写的宽扁，不要写太高，这个要宽一点，所以这个要斜的，向左下方斜的。这边正完是方笔，要细一点。符别，起笔要轻，收笔要重。竖画在撇画中间偏下，点越小越平，竖画细短，对高低错位，这两个点形态要变化，竖钩的话向下越直一点。夫两个横画要短一点，细一点，豆方轻入笔。这个横画两看一下，微翘一点，向上带，与撇相呼应。撇要长，微直一点，捺笔由轻到重。向右下方伸展，越长横画不要太长，撇捺要纵展，突出撇和捺笔笔画。第一个点要写的轻一点，不要太粗，不要太重，横画要重一点，竖画不要太长，向上点要小，右部的话注意这个竖画要细，横折也不要太粗，这两个竖画要粗细变化。撇向左下方伸出去，竖弯钩向右伸出去，左边部分的话要粗重一点，右边的话要细要轻一点，形成粗细对比变化。这是斜的，这个平的，这边空间留出来，左边高，右边矮的空间。